当地快餐十块钱，荤素不限，无限续，只要吃到你饱为止的，管饱。我们的生活是好嘛，哥，你个菜哥。成都那个物价十块钱不划算，也太贵了吧？工资不高。人家这么农民的生活。这是猪头肉啊，这是梅菜扣肉，辣椒回锅肉，最后挑点粉丝。阿姨，我们吃的多了，给你30块钱了哈，不能让你太亏了，有点端不动了。这是我们打的凉拌米饭，在下面盖着的。嗯，我像你们还要就这样的。够了够了够了，这个大哥是不是有点撞脸高启强？哇！你看看一下这个桌子。咱今天没有桌子了，捧着吃了。这就是我们两个10块钱一份的盒饭，这俩一共20块钱，有一个回锅肉辣椒，然后一个猪头肉凉拌的，我的最爱梅菜扣肉，还有粉丝，还有一些素菜。这一份10块钱，你觉得值不值？这是凉拌猪头肉和芹菜一起拌的。油水足，炒得好吃，而且我觉得跟它们一起更香。完美融入，咱们之前不是还去了大邑，也是荤素都有无限加吗？成都我也找到了，来点这个梅菜扣肉，是我的最爱。这个好吃。啊，这捧的有点累，好重啊！你们想一想，在成都吃一碗2两的面要多少钱？一般都是8块、9块、10块这样子，贵一点的12。你再想想我这一盒饭。你就给吃一两面10块钱还不得？你对对对，我那天就是想到的，我觉得一碗面10块钱没那么多嘎嘎的。我就说跟着制服男人吃，你永远都不会亏，准没错。这样简单一点吧，尝一下看是多油没有。你看一下这个油，一般像这种工地的，它就必须得油大，咱们的工人哥哥们得干活嘛，必须得油大，不然没劲儿。不是说什么山珍海味，就是家常的味道。他们都吃完一波走了，我吃完都算快的了吧？我就坐下，他们就光了。木工，木工，就是见这个哈。有人说一味道真的不赖。猪头肉，吃到脸上去了。哪种肉啊？有猪肉。老弟，这花生米好吃。就是我觉得城市的美食，不同场景有不同美食的一个诠释。大家都知道平时喜欢吃路边摊嘛，但我也特别喜欢吃这种快餐盒饭。我还特别挑地儿，高档的地方感觉吃盒饭就是差那么一点意思。我就特别喜欢在火车上吃，在这种环境下吃。大哥，大哥，我可以玩一下这个吗？高启强，高启强，成都分强。太香了。我们这期视频就要到此结束了，你也是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生活。喜欢小果点给我点个赞，加评论，爱你么么哒。哎，大哥，你的帽子。吃着吃着，第二波大哥们又来了。